保魂丹只能保他时日，红莲，你留下来保护雪儿。好，玄玉，你跟我走。好啊，去哪儿？才来了这么几个人，还都是些杂鱼。这点灵力城开的门，根本坚持不了多久。圣府里面危机四伏，不是像你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亡命之徒，谁愿来？你。师傅，你跑，这么快，也不等等我。这道口子不大呀，也就撑个10来天吧。足够了。让我喘口气呀！没有什么，可我分明感受到了事情。袁哲老小子死前这么痛快的说出解药的下落，这圣府里肯定不简单。 确实有什么力。况且我玄羽乃是不世出的天才，就是神来了，我都给他劈两半。我去，哪个孙子下的手？又来人了！二位都带着什么宝贝了？跟哥儿几个分享分享。大哥。你们这智商怎么活到现在的？大哥，哼！交给我。喂，你们三个一起上，但凡碰到我一下，全部身家送给你。还抢上你的命！这我会，七宝玉冰上。好强的寒气！ 也好克制，该你们表现了。老四，老四，五国掌，万雷拳，能不能玩点我没见过的？跟你们打的好无聊啊！一起上！ 飞龙探云归心，光杀烈日，眼一光，花样还挺多。服了没有？服了，服了，服了。